国兴邦，战乱烽火时候，谁把责任扛在肩头，破浪乘风，埋头钻研，还兢兢不休。天文气象，筹帷幄之中，铁路桥梁两千里之外，振兴中兴，小竹也难砸正，两弹一星发射成功，这是勘探石油云梦，崛起的脚步中，他们愿当中流砥柱，从文帝鸟到夜已深，谁坚持在前面探路，一身正气，敢为人先，不为身外之物，铭记我国之栋梁，这是科技兴国之路，大街小巷，脚踏实地，我们一步一步，各行各业，前沿各地，或者一草一木，栋梁之柱，前辈的精神要谨记心头，我们都是科技工作者，拼搏的人很酷。希望更多青年伙伴和我们一起勇立潮头，引领创新，在科技报国中绽放青春光彩。当代青年使命在肩，责任重大，需传承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的精神。愿科学精神代代相传，创新思想生生不息。青年科技工作者承担着建设科技强国和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希望你们勇立时代潮头，让青春在创新中奔涌，让梦想在奋斗中闪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科技强国做出比我们老一代的人更伟大、更辉煌、更多的贡献。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让青春在创新创造中闪光，科技强国，强国有我，科技强国，强国有我。科技强国，强国有我，这是青年科技工作者们的铮铮誓言。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闪亮的名字》2022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的现场。刚才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星火》，正因为有一代又一代的科技工作者们星火相传，接续奋斗，才有了祖国大地上一座又一座科技创新的丰碑拔地而起。从中国空间站奥利太空到国产大飞机 C919 成功首飞，从华龙一号示范工程建成投运到二氧化碳变身葡萄糖，截至2022年，中国创新指标在全球的排名已经跃升到了第11位，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中国人的飞天梦、科学梦正向着更远的边际开拓，每一个从零到一的突破都凝结着科技工作者的辛劳，同时也闪耀着科技工作者的功勋。工以才成，业由才广，科技强国离不开一个个科技尖兵、科技方阵，他们让精神的火炬照亮奋楫笃行、大胆求索的创新之路。迈步新的征程，让我们去认识这些科技前沿的探索者、生命健康的守护者、幸福生活的创造者和美好未来的开拓者。2020应该说是几代直升机人的梦想，都希望有一款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战术通用直升机。80年代的国内的技术储备，就是包括我们的科研环境和科研条件，都是比较差的。用一句话来表达呢，也就是一穷二白。当时我们中国的直升机的现状，跟国外相比就有点像我们家里的自行车，就是我们用的是自行车，国外用的是汽车，大概就这么大的差距。可以上高原的直升机，我当时国内又没有，国外又不卖给你，所以在那样的前提底下，对我们直升机人的刺激很大，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研发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高原直升机，
来填补高原的空白。直升机的研发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想突破，必须攻克关键技术。对总设计师邓景辉来说，横亘在面前最大的难关之一就是直升机的旋翼。旋翼呢，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直升机的发动机。这个桨叶的构成呢，实际上是有许多这样的剖面是构成的。这个，我们希望呢，在高原上，这样的剖面呢能够有更大的一个伸力。这个翼型啊，对气动的特性是非常敏感，它的调整量呢，大概都是控制在毫米级，没有你反复的时间，也就是这一步脚迈出去，一定是基本上满足需求的。对我来说是考验比较大，万一出了问题以后，可能涉及到整个型号就得拖延进度。一片桨叶将近100公斤，所以在结构的强度啊、刚度啊这方面，可能要重新进行设置。我们进行评估一下，看看 A、B 方案哪个方案更优化一些。组织了不同的团队背靠背去做，做完以后大家在优选哪一套方案最适合在高原上使用。翼型的选择、翼型的配置、桨叶的形状，最后得到的翼型的整个的气动布局，应该是在高原上它的性能最优，这才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未来做出决策呢，我们希望还是开展相应的风洞实验，甚至可以做一个全尺寸的这个旋翼塔实验来进行判断。20个月，600多个日夜，上高原，进严寒，苛刻的实验，多轮反复迭代。为了确保新一代直升机能够在全疆域使用，邓景辉和团队绝不妥协。那个是最难熬的。作为直20这一款全新的直升机呢，与其说它是设计出来，它更是试验和试飞出来的。20个月方案就奠定了后面8年的基础，基本上就是决定了后面的发展。不同的飞行员说了很多这种对直20的赞誉，可能说的最朴实的话，就直20是目前它飞得最好飞的直升机，好飞。我这一辈子干的就是直升机，我和我们航空工业一大批的科研工作者是一样的，就是择一事终一生，航空报国，人生无悔。热血磨利剑，铸造国之重器。2022最美科技工作者，邓景辉。我们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向邓总设计师表示祝贺，祝贺您。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了解到，哈，从第2代、第3代，现在到第4代直升机，已经实现了一种跨越式的发展。那其实大家也非常好奇，说未来直升机的发展的前景是什么样呢？未来的发展呢，这个我们认为啊，将会朝着高速化、智能化、无人化和绿色新能源的方向发展，尤其是绿色新能源的发展。这个有可能会打破目前我们现在直升机发展的格局，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赛道，也就是说会出现换道竞争了，不是在原有的赛道上加速竞争，或者说我们说的弯道超车，不是了，换了一个频道了。我们能感受到吗？目前呢，我们针对未来的新的构型的发展，我们也瞄准未来的新能源，包括我们的锂电池啊，这个功率的密度呢，现在越来越大了，也基本具备了我们现在垂直起降飞行器的商业运行的能力。那么最大的我们能看到，2吨级的垂直起降飞行器，电驱动的，不是常规的这个构型啊。那么它可以装载5个人，可以飞200公里，也就是这种状态，基本可以实现商业化运行了。通勤直升机，对，尤其是在民用当中。在我们城市交通当中，点对点的运行是非常有用的。目前我们统计了一下，这个全世界呢，大概新构型啊有700-800种，也就是说，它的门槛降低了，谁都在干。但我们作为国家队呢，我们也是确确实实在在感受到了
这种挑战和危机，希望我们能在电驱动的垂直起降飞机上有所作为。您最想把今天的荣光和谁来分享？今天我更想说的是我们的试飞团队。我们可以举个例子，G20 呢是一个战术通用直升机，它必须满足全疆域的使用以及复杂气候环境地带的使用。为了拿到更多的数据，我们G20的试飞团队那是追着结冰云层在跑。过去我们的直升机啊，因为没有这个能力，是躲着云层在飞，有结冰的环境是不能飞行的。但是我们G20团队它是个试飞团队，所以他们是一遍又一遍的冲进了结冰云层，拿回来极其宝贵的数据，支撑了我们的科研，实现了我们G20第一个自主研发的旋翼防出冰系统，实现了我们国产直升机能在冻雨结冰环境下的试飞。所以从我们内心来说，我们的成功离不开我们试飞员的辛勤的付出和他们的忠诚奉献。其实在面向前沿科技的探索过程当中，不仅有我们科研工作者的自立自强、大胆创新，我们也感受到的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我想在这里呢，向邓总和您的科研团队，也向我们幕后的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幕后英雄们致敬，感谢你们。蛟龙，水深通信标针已经复放，可以打开，可以打开，完毕。2013年，我国蛟龙号执行首次试验性应用阶段载人深潜任务。我2010年参加工作，2012年参加了大约二十六航次的科考，当时也去了3个月，去了西北印度洋和北大西洋。然后2013年是正好赶上了我们的蛟龙号的首次科考。这个就是我们蛟龙号到达。这次蛟龙号载人深潜任务重大，意义非凡。如何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唐丽梅心生向往。主要是你要有相关的课题，要不然你去了做什么呢？你要有那个区域的研究背景。丰富的大洋科考经历，自身的区域研究背景，既能扩展心理培训，层层选拔，多轮测验。唐丽梅成功加入了蛟龙号三人科考小组，也是此次深潜任务的唯一一名女科学家。而此次从深海返航，唐丽梅又将探索与科考的脚步深入到冰雪覆盖的南极。大家看，这就是十级大风的南极。我们那次有3个任务，科考、舰战和卸货补给，这都是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说我们出海这个航次采样，我们后来都是要以这些为研究对象啊，来申请相关的课题，成为我们的研究方向。四次穿越魔鬼西风带，承受极地低温，这些危险从未让唐丽梅停下在未知区域探索的脚步。我在单位是副研究员，但是是一些高校的特聘教授，一方面就是科研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这样的深潜的经历和南极科考经历，它是特别适合做科普素材的。下面请唐老师为我们带来南极和深海的分享，大家掌声有请。其实是他们的眼神会发光，小学生啊，他是很活跃的，他们很热闹的，他们会那样很兴奋、很大叫，他们对世界还是充满了好奇心的，很向往的。将大陆、海洋、地球的基本知识与自己的亲身经历相结合，增加一些有趣的元素。唐丽梅的科普宣传，为无数个孩子带来了科技的诗。
与远方。啊，现在国家也提倡啊，就是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都是我们创新发展的两翼，它地位同等重要。我觉得这是非常对的，因为我们最终的科技创新是需要一个非常大的基数，要全民提高全民的素养，而且有从小让他们热爱科学，有这种自由探索的精神啊，才有可能在我们的公关领域啊，在我们的卡脖子技术上有真正的突破。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2022最美科技工作者唐丽梅，祝贺丽梅。其实刚才这个短片让我们在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里面了解了海洋地质学是怎么回事。其实我们会发现科学家的职责就是我们要先思考，同时要在这个思考过程当中把人类的文明不断地往前推进，因为人类的进化也是需要不断地推进和进步的。所以您在跟地球的对话里面是不是也在不断地思考一个科学家的责任和价值？科学它本身也是一种信仰，就是我这个学科让我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一个认知体系吧，是相对客观而理性的，当然这种认知也是在不断的拓展的啊，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探索未知来拓展我们的认知边界。我也是我们中国大洋科考队和中国南极科考队的我们国家队中的一名普通的科考队员啊。出海是我们的日常，但是我们听起来就是中国大洋科考队、中国南极科考队还是挺高大上的。我们就是要到海底去跑野外啊！我当时下潜的西太平洋的采薇海山啊，到海山的坡底，然后执行了一个爬坡的任务，调查海山斜坡上的复菇结壳的分布和生物多样性的分布，以及进行取样啊。那个就是到海山上去跑野外，然后我们也去到遥远的南极大陆，采集我所需要的研究样品啊。我那样品采回来，我们后来做了它的精确的定年，它是480到500百万年之间啊，就是大约是5亿年啊，就是代表了5亿年前的岩浆时间。所以你会通过岩石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地球的凝固的血液，我们采集分析这个岩石样品，就相当于我们采集血样一样，来分析里面的红细胞、白细胞，分析它的成分，然后来了解地球深部的信息。然后这五亿，你就会了解到它5亿年前发生了什么样的构造演化啊，然后从而产生了这样的岩浆事件。就在一次次的跟远古的地球对话当中，你可以不断的来完善地球的一个演化历史，从而增加我们对地球演化的认知，也为我们未来啊地球发展的未来来做一些预测。当我们发现地球的千姿百态，你会发现是我们的科学家用跋山涉水、万水千山的走过来完成这一切的。所以无论是遨游太空还是深潜海底，只要我们能够秉持着一个用心创新的精神，我们一定能够在科学之巅相逢。向我们所有的科技工作者致敬，谢谢丽梅。谢谢，谢谢。现代化国防建设中，信息传输及时性、可靠性、灵活性，往往对于最终的决策以及结果，它起着一个关键性的影响。那段时间其实也很折磨，因为没有人做过，你必须把这个问题给攻克，别人才能去做出更好的认知。我成了一个卡脖子的点，靠以前的系统呢，它没法在我需要的时候立马就帮我把这样的通信环境给建立起来，然后还要对所有我获得的信息立马做出反应。在整个设计里，这里是需要注意考虑的一个点。那经过数据缓冲之后，跟我们的一个本地的 PM 像我们科研就是成功的结果只有一个，不成功的状态各有各的样。任何一个环节你都会发现，哇，原来这里还有这个问题没有攻克，其实还是有乐趣的。每天你都会感觉自己学到了一个新的东西。我怎么能快速的把这种链接建立起来，并且我的平台能够迅速做出响应，然后我还要能达到超视距的远程的去监控它。其实最后整个团队唯一靠着的就是毅力在坚持了。
2022最美科技工作者陈章。我们再次响起热烈掌声，向陈章表示祝贺，祝贺您。谢谢。作为一名青年的科技工作者，有这样的机会在这么大的项目里面去挑大梁，现在想想在这样的压力之下走过来，会不会有一种不一样的幸福感？有。其实你只有身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一直坚持在一线，你才能深刻地感受到每一个科研成果它的诞生背后有多少人付出了多少的努力，你也才能切身体会到那每一个国防科研人他身上背负的那种使命感，他们的毅力耐力还有他们的坚强。也就是在那种环境中，你其实不需要刻意去坚持磨练，你就会被他们给带起来，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吧，青年人其实他有他的优势，他敢想敢闯敢尝试。就比方说我做这个系统的时候，那么多原创技术我就接下来了，并且我把它做出来了。我在做这个项目攻关的时候呢，刚好我也迎来了我自己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我快当妈妈了。所以那时候才处于一个项目攻关的非常关键的时刻，本身这个项目的压力就大，然后我作为一个新手妈妈，我还要去研究怎么育儿，然后自己的身体也要照顾，那时候就会感觉自己特别特别的难，是可以说是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考验吧。那时候唯一能撑着自己一直往下走的也就是一个责任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过程，我们有时候才可以把自己平凡的生命和这个伟大祖国的进步和这样伟大的事业放在一起。对，所以我想这也是一种见证。对，尤其是孩子也见证了这个过程。是的。我们通过一个短视频哈，一起来分享一下陈章的这种幸福哈，来看看。妈妈，你到这在您讲了，我喂得好开心。我下去，我找到你要跟你当个小科学。几岁了？3岁多。我听他说什么意思？他说妈妈得奖，他好开心。他说我为你好开心。所以其实我想他可能还有一种传承。对而我们今天从陈章的身上也能够看到，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们他们也必将会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这个滚滚洪流当中，在国家科技高质量发展的大局当中，他们会努力奋力书写属于这个新时代的创新的答案。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陈章，也送给所有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们，谢谢你们，祝贺。谢谢。在中国，有一种疾病正影响着近3.3亿人的健康。每5例因疾病死亡的病人中，就有2例是因为此种疾病。因此，它也超越癌症，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人口健康的第一杀手。有没有挂马院长的4号诊室或者
94。影响如此广泛的心血管疾病，在我国却曾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作为心血管疾病医生的马一桐决定尽自己的力量改变这一现状。先天心脏病，房间和缺损，伴有左向右的分流。在90年代以前呢，我们仅仅能给病人采取药物治疗的方法，没有这种先进的治疗手段，使得一大部分病人呢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间。这些年我们致力于开展和推广的介入治疗手术，是个微创手术。既往这样的病人呢可能需要开胸治疗，有了介入微创治疗以后呢，不需要开胸，只需要血管里面进行局部穿刺，就是老百姓说放支架，对病人的预后改善呢，存活率呢显著的提高。1995年，马一桐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日本知名医学高校攻读博士学位。这个在外国同行看来沉默少言的中国青年，却凭借自己过人的天赋和精湛的手术技巧，迅速改变了当时人们对中国医生的偏见，在异国他乡由一名观摩学员快速成长为心血管介入治疗手术的主刀医生。当时我的导师他希望我能够留在日本去工作、去生活、学习，帮他在这方面做进一步的这个深入的研究。大家呢都认为我在日本有这么好的条件，想着我可能不回来或者延迟回国，留下呢生活啊工作条件肯定是要优于国内的这种发展。但是我自己又想到，我当时去的时候也是国内算最早的一批心血管医生，就冲着他这个技术去的。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技术呢学到手，回到国内更好的能为广大患者呢提供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介入手术的广泛推广，让新疆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心血管疾病治疗步入了全新的时代。但面对新疆地区仍旧落后的整体医疗体系，马一桐决定从自身的专业着手，做一件在当今看来都难以完成的科研工作。在临床工作当中就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国内外都有心血管的发病的基数基线调查资料，而新疆地区呢恰恰这么多年来就缺乏这方面资料，不了解新疆地区的发病情况，我们就无从着手。现在我们通过十几年的新疆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了解到每个民族每个个体健康状况的情况，可以采取精准化的治疗，同时给国家呢在心血管事件的预防上面治疗决策呢提供了理论的依据。保障病人的生命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从这方面来说，医生呢要有所付出，有所牺牲。2022最美科技工作者马一桐，祝贺你马主任。谢谢。刚才我看到您为了降低我们在新疆的这样一个群体的人的胆固醇，您做的那个努力，这个过程里面我就注意到了您的名字，我发现您的名字好像跟这个新疆是有很深渊源的。一桐，一桐是不是克拉玛依红彤彤的太阳的意思？对，是是有，真是啊，对，是有这个意思。因为从打出生起呢，因为家里面父母亲是50年代作为援疆的医生来到了卡玛依油田，当时呢卡玛依油田呢还是初建阶段，条件非常艰苦，就我就出生在当时那个环境当中，也切实感受到了卡玛依的发展的变化。您所研究的这个领域其实一直都是在深挖心脑血管疾病当中的这口井。在2018年，我们看到国内的十大医学研究里面有一个消息说，您的这个课题好像是可以成为降胆固醇类的药物研发，而且是靶向药物研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环节。是的。这怎么解释？您跟我们说一说。我们这项研究呢应该说是我们几十年奋斗努力的结果。我们的心血管团队近10年来呢走遍了天山南北，进行了数十万人的调查研究，发现呢新疆心血管疾病呢发病率高，致死自残率也比较高，
这样的话，所以我们下决心呢，在这方面开展一系列的这个研究工作，从基础到临床，从预防到治疗，从整体的观念呢，给病人呢进行综合的预防和治疗，使得近几年新疆心血管的预防和治疗的水平呢，不断的有所提高，有所发展，在全国呢也处于较先进的行列。新疆的老百姓呢，不用出疆，在当地呢就能够享受到国内外一流的先进的诊疗技术，是老百姓呢更多的获益。还真的是，您从事的这个研究和医者仁心的心正好连接在一起，不仅仅是让他们去远离病痛，同时也为了预防相关的疾病，在这里面还有极大的探索空间。是的，因为我们的这个研究也好，包括临床也好，最终的目的呢是服务于广大心血管的病人和预防更多的心血管的患者、心血管事件的发生，这是我们终极的努力的方向，最终呢，使得心血管事业的这个就是发病的这个拐点事件的发生率呢，明显得到控制，得到下降。真的特别谢谢您和您的团队用心探索，我们也真心为你们点赞。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清晨。山石坪村在一片忙碌声中开始了崭新的一天。李桂科从未想过他能在这里一干就是42年。回首往昔，一切恍如隔世，又仿若昨天。1981年，24岁的李桂科第一次来到这里，被眼前的场景深深的震撼。181个麻风病人，那么有的嘴窝也斜，有的手指勾曲，一些呢是在地上爬。这里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是人们谈之色变的麻风村。畸形的病人，溃疡的臭味，绝望的氛围，李桂科曾不止一次想过离开。这些老人啊，他对我们很有依赖，走的时候还坐过去，看不见我们也会用他们才走，那种希望的那种眼光，你不忍心把他们丢下。为患者溃烂生去的伤口服药，李桂科曾不可抑制地呕吐过，吐完了继续工作，这就是他当时的工作常态。在当时，麻风病治疗是世界性难题，面对一次次失败，李桂科没有退缩，经过近10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将山石坪疗养院的病人全部治愈。原本在李桂科看来，只要治好他们的病就可以让悲剧停止，但现实并不是如此。人们对麻风的害怕、歧视与偏见根深蒂固，因为我做麻风呢，这么多年以后呢，我是最了解、最知道他们的痛苦。你看，讨个媳妇，他家族里有麻风，村子里有麻风，我不嫁了。只要是家里面得一个麻风以后，你就是几代人都戴着麻风的帽子，翻不了身。因为深切了解他们的痛苦，所以他决心要努力改变这一切，让每一个人有尊严地活着，这是李桂科最朴素的追求。
医生。如今像这样热闹的活动在山石坪村时常举办，对于这里的村民们来说，之前这是他们从来不敢想象的事情。我们这些麻风病人是全部涌入到这个社会了，人们对他的歧视与偏见是几乎没有了，这个也就是我最高兴的。是他让绝望无助的麻风病患者走出疾病阴影，开始幸福生活，是他将破败不堪的麻风村变成远近闻名的美丽家园。42年倾尽心力，当初的少年已从青丝变白头。李贵科把最好的青春、最好的自己都奉献给了山石坪村，奉献给了麻风病防治事业。2022最美科技工作者李贵科。谢谢大家的掌声，向李医生表示祝贺，祝贺您。谢谢。李医生先来跟我们说说哈，您建立一个麻风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建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博物馆是建在山石坪村，原来的是叫安源县山石坪麻风院的医务室。为什么您会在这个地方建一个麻风博物馆呢？你看，共产党就是用60多年的时间，带着全国各族人民啊，你看消除了麻风的危害。你看这样子的，一个伟大的一个成就，我是总是觉得要把它记录下来。记录的是党领导的医疗卫生事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对抗疾病这样一段光荣的历史。您认为您这儿最重要或者最有代表性的藏品是什么？我最有代表性的应当是拐杖。怎么理解呢？这个拐杖它就是相当于我们麻风的一个符号。是因为疾病的影响，最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足部的疾病。对，李医生，您在这个地方工作了将近有40年的时间了。42年了。怎么会坚持下来的呢？共产党原来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如果我走了，在艰苦的地方走了，你不面对了，我觉得这个不对啊。再加上我们的麻风病人我们一去，他们看到了希望，对治疗也有信心了。这些病人的需求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所以就坚持下来了。通过您的讲述，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伟大的新时代里，我们书写下来的是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进步令世人瞩目的惊叹号。我觉得这个惊叹号当中也有您浓重的一笔。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李医生，向您表示祝贺。谢谢。用其他生物的躯体培育人的器官，这是人们长久以来都在探索的难题。
而从事生物化工研究的范代帝则决心用自己的专业为这个全人类的难题交出一份答卷。我从事的研究方向主要的是重组胶原蛋白的生物制造，通俗的讲就是用人的基因来构建一个跟人结构性能类似的蛋白材料。1994年，范代帝完成了华东理工大学的学业，成为了中国第一位生物化工专业的女博士。几年后又获得了以访问学者身份远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修深造的机会。也正在此时，一张震惊了世界的图片无意中为范代帝指出了方向。大家看到这个老鼠背上的人耳朵的时候都是非常兴奋，觉得人造肝呀、人造心脏呀都有望在短期内都可以实现，但是后面的这个临床试验是失败的，就是排异反应非常大，它的这个组成和我们的人的耳朵的组成是不一样的。我呢就想做没有排异反应的这种基础原材料。我们是搞工程的，不像是作为国内第一位类人胶原蛋白的研究者，范代帝和他的团队很快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与此同时，困难和非议也接踵而至。可以通过氨基酸的修饰。我想知道你外面这个是用的什么材料？重组胶原蛋白它要做成医学用途是非常难的。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房子放好，一房子的棉花，要在那里头去找一根头发丝，你要把它纯化成那么纯的东西，难度你可以想象吧。这个哈，我当时也年轻，在国内我也是第一个人做，有一个很牛的专家，他听了我们的这个汇报，他不相信，他给我们的省上的领导就说，我这个哈数据不可能这么高，说我们可能是造假嘛。就在这个过程中，那我们是心里是非常憔悴的，是压力是很大的。这项科研成果为范代帝和他的团队带来了众多鲜花与掌声，但在范代帝看来，仅仅是在实验室中的研发成功还远远不够。这里面是我们所有成果转化的产品，大家想去看一看不？想。因为我们是工科的老师，带领的是工科的学生，就必须他有这个工科的概念，是有一个过程工程的概念。现在目前就工科学生理科化现象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成果看着非常的高大上，但是他可能实施过程中要解决他的工程问题，如果没有工程的思维，没有工程化的概念，他是落不了地的。那我们的科学研究可能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但是过一段你可能就是过期的，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多的科研人员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服务于国计民生，真正的把这个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2022最美科技工作者范代帝，祝贺您！真的，我觉得您不仅仅是最美科技工作者，而且您所从事的这个职业可以让更多的人找到美的自信，创造美好的生活。您能不能用相对比较简单的介绍让我们了解一下类人胶原蛋白，给我们扫扫盲？因为大多数人认识这个类人胶原蛋白是因为它确实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对我们的抗衰，对我们的皮肤的修复有非常大的这个功效。像老百姓，我们不去做手术，我们不知道胶原可以用作快速止血，我们的关节不损伤，你不知道它是软骨胶原，是二型胶原蛋白。所以呢，我们开发的是这种新的低免疫原的这些个材料。因为我一直
在注意您的手，您手里好像拿了一个小瓶儿。刚才我没好意思问，这个小瓶里装的是什么？给我们讲讲。这就是我们的做的重组胶原蛋白的一种，这是冻干出来的。哦，这是里边是粉质的吗？还是？它是纤维状蛋白。纤维状蛋白，纤维蛋，这就是纤维状蛋白的样子。嗯，对。哦，这一小瓶它有什么作用呢？可以做成软骨修复材料。嗯，我们可以打印成这个3D 打印成这个心脏支架、那个肝脏支架，啊，我们做眼角膜等等。重组胶原蛋白产业是非常大的，我们可以开发 N 种的优质的蛋白质。所以做一个能够把实验室到科学的应用之间的道路走通又打通大门的人是很幸福的，您不断地在推开未知，为我们来实现新的探索。谢谢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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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慢点啊！这个是小橙啊，这个橙子呢，这也是现在科学还蛮漂亮的，四十年你可可养老。赣南老区的清晨，82岁的袁守根又一次来到果园，为正在丰收的果农进行技术指导。这样的工作他已经坚持了53年。我们的起征首先是色香味俱全，一看它是高端橙红。看到这个是很吸引人。第二个，你剖开了一次，风味特别好，甜涩适度。第三个，它是没有籽的，而且它的香气特别浓郁，所以说它构思的最大的好处是人们接受了它。如今的果农们之所以能够接受赣南脐橙，还要从50多年前说起。出生于浙江诸暨的袁守根，22岁大学毕业后，响应国家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号召，只身来到江西赣南老区，成为了一名农技员。一片荒野，了无生机，这就是他即将工作的赣南老区。条件艰苦，发展落后，如何能在农业领域找到一条适合发展的路，在袁守根看来是当务之急。哎，制造科技工作者希望探索没有的东西，看能不能有；没有成功的事，能不能不要成功。抱着科学探索的态度，袁守根把希望放在了经济林脐橙树身上。知道有这么一个品种，它是五合品质特有，香气很好，但能不能种，那就还不知道，那就再试一试嘛。一次大胆的尝试，袁守根引进了200棵脐橙树。怀着造福老区的初心，袁守根精心呵护，细心培育。3年时间，首批脐橙树顺利挂果，每一棵都挂完，1、2、3、4、5、6就挂到156。156株树苗的存活并成功挂果，让袁守根看到了希望，赣南脐橙品牌一炮而红。可从试种植走向规模化种植，袁守根面临的是更大的挑战。特别现在这个劳动力这么贵，种脐橙应该比种其他的小样才更好。科学种植与管理固然重要，但改变乡亲们陈旧的种植观念也是重中之重。为了让乡亲们接受陌生的脐橙，袁守根绞尽脑汁做工作，几乎走遍了每个村组、每座山头、每片果园。正当沐浴政策春风的赣南人民憧憬着下一个丰收年时，数到中年的赣南脐橙产业却迎来了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由于集中连片种植、成熟期集中、病虫害多等原因，2013年柑橘癌症黄龙病在赣南爆发，那是压力很大。碰到了这个天灾人祸来了，你总是要应付它，你不能回避它，要积极的去做工作，来鉴别它。要阻断黄龙病传播，必须砍伐病树。为了守住脐橙的根，
袁守根和果农们齐心向黄龙病宣战。希望把这个东西搞得更好，真正的成为一个主导产业，为乡村振兴作为一个主导产业，这样子为我们果农，为我们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2022最美科技工作者袁守根。刚才的画面当中啊，我们好像都已经感受到了赣南脐橙那个甜滋滋的味道，但是呢因为有特殊的原因，所以袁老呢没有办法来到我们今天的现场。那不过呢，袁老通过视频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获奖的感受。来，请看大屏幕。我是袁守根，说到守根，大家就想到是我父母亲为了守住根，耕了几针，好像我的儿子50多年呵护和保护他不得成长。我是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要把耕了几针为乡村振兴更好的服务而努力奋斗。就像袁老刚才说到的一样，守住了果树的根，就是守住了幸福的硕果。我们也感谢每一位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努力，让我们伟大祖国的大地上到处是一派丰收景象，到处是硕果累累。在湖北，莲藕是家家户户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一个小小的莲藕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烹饪方式，呈现出不同的口味。莲藕呢，就是在早熟品种里边，一般来说我们吃的是脆藕，在秋冬季中晚熟品种，它一般是粉质的莲藕。品种各异，口味不同，厨师在菜品上的制作也会有更多的选择，让消费者感受不同的味觉盛宴。而这都要得益于武汉市农业科学院柯卫东等科研人员的潜心研究。我们通过栽培技术和品种的搭配，就在我们湖北境内一年四季啊，基本上可以吃到那个新鲜的莲藕了。柯卫东，武汉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从业40年，一直从事莲藕等水生蔬菜种质资源及育种的工作。早期传统莲藕生长在湖水下很深的淤泥里，采挖难度大，且多为地方品种，造成莲藕的产量较低，很难规模化生产。那传统品种和那个野莲至少都在半米深的泥里，所以很难采挖，成了制约我们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了。为了打破传统莲藕的局限性，20世纪80年代初，柯卫东在全国开展莲藕等水生蔬菜种质资源的收集及新品种选育研究，经历了从单纯追求产量到一采挖优质高产并重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第一代呢，就是希望它的产量比以前更高一些。第二代品种呢，既要产量高，又要便于采挖。我们的品种入泥的深度大概35公分左右，更便于农民采挖，可以节省大量的劳力。第三代品种呢，我们在品质方面，希望对它进行改良，然后呢，希望它能够多样化，适应不同的消费和那个加工的需要。最终，经过柯卫东等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选育出了适宜不同地区种植、不同口感的莲藕品种，丰富了大家的餐桌。这份工作最难的，
是要拥有重新再来的勇气和毅力。实验失败意味着我们还要再实验很多次，甚至很多年，这个过程漫长而孤独。保存好种子资源，培育出好的品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因为种子是农民的希望，更是国家农业的基础。40年来，柯伟东在从事种子资源和育种的同时，把自己也变成了种子，将知识和成果一路播种，惠及千家万户。播撒良种，孕育丰收。他就是2022最美科技工作者柯伟东。祝贺您，看到您捧着莲藕笑得多开心啊。在荷花盛开的时候，这样的季节里一般您会做点什么？一般现在就是要到田间去，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一些鉴定调查的工作。我们要是想选育出优质的高产的品种，一定要有好的种子资源。要是没有种子资源的话，可能就是相当于我们就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吧。所以种子资源的重要性的话，现在国家也是把它提高到了一个战略的高度，它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作。这个其实当我们的科学家们、科技工作者们用他们的科技成果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中国的科技创新的底气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发现科技工作者们不善言辞。所以这种对于科学的专注和热爱，也让我们的基础学科，尤其是拥有着基础性的战略的学科，能够把根扎得更深，这样我们未来所得到的这棵科学的大树才能更加枝繁叶茂。向你们致敬，谢谢你们。2秒钟，咱要顺利呢，我估计一个月就能做到。那这个就是一个相对，对相对，对，这是最难得的历史机会。这是一场放大了1000倍工业性实验，从中取得关键数据，为百万吨级工厂设计奠定技术支持。刘忠民带队开启挑战。从化工的角度来说，有时候很难就让人理解，做一件事在那干好几十年了。全世界的化工流程、化工的发展都是走了逐级放大这条路，实验室的个小反应器和工厂的大反应器线速度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实验室真做实验的时候，有时候是半克催化剂，到工艺性实验的时候1小时近2.5吨。第一个180万吨的工厂，一天的甲醇处理量是5500吨呢。
一小时是250吨。那事对国家有战略意义。我每天关注的是数据，总结它的规律，并且要对比我们这些规律跟实验室原来的发现的规律，它的一致性、偏差和有没有例外，从中找出新的问题出来。对影响技术成功的因素可多了，任何一个点，就像我们开汽车一样，哪个螺丝坏了，车就有可能不跑。那需要快速的锻炼成长，需要站到更高的位置去看这件事儿。我们有一些基本原则，优先保证安全，不光是人员设备各种安全，这保证催化剂也是安全的，能往下走下去。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责任，未来就在年轻人身上了。他让梅至西厅的梦想变为现实，他以煤为基础推动能源变革，用匠心铸未来。2022最美科技工作者刘忠民。好，我们再次掌声送给刘院士，向您表示祝贺。谢谢。大家都说您的身体里蕴藏着一股无穷的力量啊！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刚才您说的这句话，就一件事怎么一下子就还能干了好几十年呢？为什么这件事要干好几十年呢？您都在解决什么问题呢？那这个事儿很难一句话说清楚哈。因为先说烯烃是啥？嗯，烯烃呢，就是化学里边有一类物质叫烯烃，它可以聚合起来变成塑料。一说塑料，估计大家就明白了。塑料通常是这个烯烃啊，塑料啊，通常是从石油过来的。对，就石油化工的产品。对，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甚至全世界，包括我们这个国家，都处于油气时代。但是我们国家油比较少，用量越来越多，进口也越来越多。在70年代有2次石油危机。当时的石油价格上升到相当于今天的200多美金，所以大家在思考，全世界思考，石油会不会用完呢？用什么资源去替代呢？那我们国家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早期国家做了一个战略布局和安排，就是一个叫煤至烯烃的一个大的项目。这个项目包括好几步，煤气化，煤变成甲醇，甲醇再变成烯烃，一道烯烃跟下游的石油化工技术都结合起来了。所以如果能做成，意味着我们不但能从石油做出石油化工的产品，从煤炭也能做出石油化工的产品，对我们的长远的安全保障，那一定是个战略安排。所以终于到2010年的时候，我们做成了全世界第一套煤至烯烃的工厂。嗯，原来全世界人都没有把煤做成过烯烃，这个工厂是第一次。这下我们就听明白了，原来做了这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每天都在攻坚克难，所以这一做做了几十年。刘院士他们共同的努力在不断的探索煤变烯烃四个字，他们真正解决的是攻克了卡脖子的关键技术问题，解决了能源供应的难题。我们也再一次把掌声和祝福送给刘院士和他的团队，向他们表示祝贺。接下来我们将会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位百岁的老人，他用了77年的时间在
践行着四个字：为国找油。怎么样在这种非常规的这个敌人里面找油找气？非常虽已年过七旬，但李德生仍然坚持每天工作，一切为了心中那份不变的理想。哪一天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就不工作了。石油报国是他在战火中立下的志向，威望漫漫征途，一幕幕画面涌现眼前。这是1938年在战火中沦陷的上海，数以万计的中国百姓流离失所，15岁的李德生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求学之路，辗转上千公里，一路满载无奈与仓皇。天天日本飞机轰炸，我们就在防空洞的洞口铺在工课做实地，因为有光线嘛。因为饱受战乱流离之苦，少年更懂得祖国强大的意义。因为日本侵略中国，他有飞机，他有大炮，我们的制造业工业不发达，要靠实业救国，所以决定我填报的志愿就靠地质系。这是一片完全没有路的荒原，凭借一张地形图、一个罗盘仪，要找到深埋地下1200米的构造高点，李德生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那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处处要用油，处处都缺油，一滴汽油一滴血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南征北战10年，所有石油人都迫切希望为祖国发现一座大油田。一口井比一口井高产，单井一天产量多在100到200吨之间，而且都可以自喷。高产，产压，油水均为一致，所以我们就判断，可能这3个油田是连着过一块的。这是石油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后来被赋予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三点并乾坤。一个拥有22.6亿吨储量的长源构造展现在世人面前，这里就是后来的大庆油田。为实现为中国找油的理想，李德生走南闯北的脚步从未停歇，参与了新中国历次石油大会战，几乎中国的每一个大油田都有他用地质锤敲打过的痕迹。攻坚克难，攒心济火，他将一生精力奉献给祖国的石油事业。从风华正茂到七夷之年，衣襟染霜华，青丝成白发，不变的是那份奉献祖国、献身石油的初心。2022最美科技工作者李德生，祝贺您李老。谢谢。看到刚才的短片当中您的故事，相信很多人内心会被触动。从事地质研究，尤其是石油地质研究，这是多么辛苦的事儿啊。您做了77年，
让您能一直在无数个这样的石油的会战当中百折不挠取得胜利，动力是什么呀？支持我啊，能够在这个石油的岗位上啊一直工作到现在啊，我是四句话啊，一个呢就是励志啊，我从学校出来郁闷来招聘，我就报了名了。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敬业，就是对你自己的工作这个自己相信啊，我一定能够干下去，而且能够干出成果来。第三个呢就是勤奋啊，你做了这个工作以后你必须要勤勤恳恳的这个把全部的身心都投进去。最后一个呢比较难做到的就是真言，就是你所做的事情、所讲的话、所写的文章、所做的报告、所做的工作都要有根据啊，不能够是这个潦潦草草啊，不能够是人家怎么说你也怎么说，要有正言。靠了这个八个字我坚持了77年的工作。这八个字每一个词都掷地有声啊，励志、敬业、勤奋、真言，这不仅仅是把您这77年您的人生的经历做了一个总结，做一个科技工作者要用这八个字来要求自己在这条科学的路上就能走得直走得稳当。那青年人现在有很多都是心怀国之大者，很多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要为国家奋斗，您对他们有没有什么话想说？年轻人呢将来的责任比我们更大，因为为什么呢，这个习近平主席提出来到2030年我们要实现碳达标，而2060年要做到碳中和，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都要靠年轻人来这个完成这两个任务啊，所以对青年人呢寄予很大的期望。谢谢您李老，向您致敬，在这儿我们所有的人祝愿您健康长寿。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您，谢谢，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谢谢李老，谢谢。让我们掌声有请2022最美科技工作者登台。
有请嘉宾，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周琦，科学技术部党组成员、秘书长林欣，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潘爱华，为2022最美科技工作者颁发证书，掌声有请各位。